说你度脱一切有情啊，度得很好，所以我心呢非常欢喜来敬礼你来了。但是我并不是没得福德呀，我成修了无量福德，要没有我修的无量福德呢，我还理不到，理不到佛，成修无量佛，我才理尊着，理释迦牟尼佛。我还发愿，愿无量劫中，我常修多供养，供养十方一诸佛，这普遍了。我呢，就是地藏菩萨之身啊，我现在也学佛，发入世此愿。当于此慧度得无上菩提，这个慧度是不清净的，就在这不清净国度成就佛国。那么这里头含义没说，释迦牟尼佛怎么发愿的呀？释迦牟尼佛与三千同道，三千同道的道友共同参五十三佛，咱们念的过去的佛五十三佛，那么这三千人后来就是庄严劫千佛、人贤劫千佛、兴许劫千佛，这三千诸佛就是因为过去共同礼敬五十三佛。这个问题地藏菩萨都清楚啊，说地藏菩萨就跟他说了，世尊呢，你在过去的时候你就这是发愿的，你五十三佛所发的愿呢，辗转度众生，转转传说五十三佛的名号，所以你们三千人呢都成佛了，不过是呢人贤劫，过去庄严劫千佛是成佛了，人贤劫还没有，只有几尊佛，兴许劫呢还在发心。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以伽陀礼赞佛已，伽陀就是用祭诵，这前头都是祭诵啊，赞的佛，这叫伽陀，伽陀就是讽诵的意思啊，做祭子讽诵，把长行简称着祭诵，那叫伽陀。那这个是古起的，没这长行的，长行有的，再有其他，那叫从诵，这是古起诵啊。长行没说，直接用寄诵来赞叹佛。同时啊，地藏菩萨也表达了，说我学你在这个世界来修行，但是这个世界修行啊，可不容易。这五浊那是不干净的国度，在这个世界修一天，因为别的世界修一劫，它障碍非常之多。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度证得无上菩提，那真了不起，了不起。湛南世界菩萨，你多生多世就在这个地方修成道，所以我来学你，我也到这份来亲近你来了。这个话，而地藏菩萨摩诃萨也妙伽陀礼赞佛已，前头加个妙，伽陀是颂言呢，是吧？这赞他的也是不可思议，礼即是赞。站即是礼，边礼边站。你们一边念佛号，一边磕头，拜万佛了，拜忏了，都先念，边念边拜。那就是
妙切陀礼赞。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与很多眷属，比如眷属还吃着很多贡品，无量的天花香花妙衣宝庄严具来散住佛上，变成宝盖住在虚空。举佛前奄奄而坐，奄奄而坐呢就是庄重的意思了，很严肃的，拜完了礼完了赞叹完了礼拜完了，奄奄而坐，端坐，很严肃的。这是地藏菩萨一边顶礼一边赞叹，赞佛就是拜的时候，是赞叹佛的功德。我们往往的赞叹佛的功德时候，就是自己忏悔自己的业障，赞佛的功德消除自己的障碍，修道的障碍。那么我们也有站的时候，也有想的时候。那么一般的拜佛想，能里的我，所里的佛，体性啊是没有的，能里所里性空寂，但是有感，拜佛时候就感，那佛就应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不论你在任何地方拜，哪管在你屋子拜，都是道场。说我这个道场啊，像第四天珠子一样的，我拜佛礼佛，佛也现在宝珠之中，我也现在宝中。但是呢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体性是没有的，但是感应道交难思议，那就是边站边拜，也是一样的，一边拜一边礼。那礼赞完了吗？严肃坐着听闻法，而是一切诸来大众，即见地藏菩萨摩诃萨埵，皆怀希奇，叹未曾有。各色种种上妙香花，宝丝衣服、床幡盖等，奉赞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为供养，皆若此言。我等今者快得善利，因佛生利，心得瞻仰礼敬，供养入室大寺。地藏菩萨站礼完了，供养完了之后，就坐着在会中就坐下了。这时候与会的大众这些菩萨看见地藏菩萨，感觉很稀有啊，哪来的这么位大士啊，得未曾有。大家都吃种种妙香衣服来供养地藏菩萨，同时啊心里想啊，这耶若四言没有说出来，在法会也不能说，说我们呢可能得到很好的利益，很殊胜的妙的利益，因为佛的神力，我们才能瞻仰供养如是大士。没有佛的神力，地藏菩萨不会来呀，我们供养不到他呀。而是众中有菩萨摩诃萨，名好疑问，好问，好疑。从坐而起，就是正在菩地藏菩萨站佛的时候，礼佛完了之后，端坐严肃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会中啊有个菩萨摩诃萨，也是大菩萨，
他的德号呢叫好一问。他从他的座位起来，整理衣服，偏袒一件礼佛双装，叫顶礼佛，右膝坐地，合掌向佛。礼佛的意思了，请问了，耳白佛言，向佛表白说：“世尊呐，此善男子从何而来呀？哪儿来这么一位菩萨呀？”说句佛国，他在哪个佛国，亲近哪尊佛，去此远近，离咱们这儿有好远。他成就了何等的功德善根呢？而蒙世尊种种赞叹称赞，佛又赞叹他，他又来赞叹佛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佛能赞佛，不可思议功德海。我等昔来未曾得闻呢，唯愿为说。就是在地藏菩萨、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，那么地藏菩萨到会中了又赞叹佛，这样引起嘛，会中有个好疑问菩萨，有疑再问。咱们讲《旃扎善那业报经》呢，发起那部经叫《坚净信菩萨》发问的，此会中呢，好疑问菩萨发问的。好疑问的菩萨，他本身他对地藏菩萨已经都了解了。地藏经文殊师利菩萨问佛，那文殊师利还不了解地藏菩萨吗？都了解的，这是给大众生做发起的因缘，给众生。每部经发起这个因缘都不同的，地藏经是文殊师利，旃扎善那业报经是坚净信，那这部经呢是好疑问。现在这位大菩萨发起的，他叫好疑问，他的本身呢对地藏菩萨是了解的，问的是给大家启发大家的，问得有智慧啊，没智慧还不能问呢。我很多经论大多数是文殊师利发起的，这几部经特殊的。那么在疑问当中啊，我们经常说叫不要怀疑，不要问，这个不一定的了哈，不一定的。在荣家大师他这样说，他说圆顿大法的时候没有人情的，就是圆顿教没有人情的，说有怀疑不觉就问呢，问了什么呢？我怀疑解决了。但这个问不是争人得的，非是三山争人我呀，修行的人恐落断见常见。有疑有问，问完了把疑解决了就好修行了，就这个含义了。因为就是发起这部经，好疑问呢，为了发起这部，就是这部经十轮经，大乘大解十轮经，向佛请问的时候含义就是为了这个演说这部经。世尊告曰：“子，说你不要问了，你不答复他，是子，你不要往下说了。”
就不答复他，说你不要再问了。善男子，善男子佛成好疑问说啊，入世大士，地藏菩萨，这个大士在地藏菩萨，功德善根，说地藏菩萨功德，地藏菩萨善根，一切世间天人大众，皆不能测其量、浅深。因此我不能说，假使要说闻至如来，闻如广说如是大善根，那一切的世间天人大众皆生迷闷，会不信受。我不答复你，不要你再问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这位大菩萨功德呀，他所修的善根呢，不是一般天人大众所能够信受的。佛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了，对那不信受的人，如果谤毁，那就有大罪难了。说是一切世间的大众，他生迷惑、迷闷，或者他不信受。那就是说他不能够理解，你不要往下问了，就是此度众生不能理解。那好一问说，那个有疑就要问呢，不说怎能明白呢？使好一问服从请言，佛不说呀，好又请。唯愿如来乃悯为说，祈求佛乃悯一切众生，就是一请再请。而请法的一遍不说，再请有的三请。佛言谛听，先没有答应他，现在答应他了，说好吧，我跟你说，谛听，你老老实实听，入理的听，不要光听语言，要起理，起理嘛才能起机呀。谛听告诉你说，一心听，思维这个我所说的道理。真实的，不是虚的。五丹温柔料说少分，说地藏菩萨功德呀，大的很，多的很。我不说多了，只跟你说少少一点，他说少分。若是大事成就。无量不可思议殊胜功德，说地藏菩萨这位大士，他成就的功德呀是不可思议的呀。功德还没说呢，就不可思议了。说完不可思议，再说他的功德。以下就是佛说地藏菩萨的功德，说他修行啊。你能难住首楞伽圣三摩地，善能入了悟入如来境界。他已经进入了如来境界。首楞严是印度原话，分见相、健康、健壮的健啊，建设的建加个立人，见相，见性，见行修行，这个见呢就是接入，就是心的力量很强的进入了，进入什么呢？佛所得的三昧境界，那同于佛见相三昧，
就是佛的德是坚固的，持菩萨所得的也是坚固的，跟佛德无二无别。三摩地就是这么经常讲的，就是三昧了，也分正定了，也分等持了，就是他所入的定，大定三摩地，一得最上无声发音，与入佛法一得自在，说他已经成佛了，所有一切觉悟的法他都能自在，自在说他能运用化度众生，无声发言，登地的菩萨就入无声发言，无声发言一份一份份都到究竟无声发言，就彻底的进入这个音，音就是确印的意思，咱讲十音品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那声音，说这位大师能悟入了如来的境界，跟如来啊是一样的，无二无别，得了无声的法眼，了知一些法性，证得了究竟，你能看见一些滋味啊，说他已经进入诸佛的境界，他入一些滋味就成佛了，智慧就是成佛了，已能超过一些自海，不得进入和超过，已能拦住狮子粪训床三摩地，善能登上一些自山，狮子粪训三昧，什么快讲到了，入法界品。专讲狮子粪训三昧，是佛的大威神力所现的三昧，叫狮子粪训三昧。地藏王菩萨已经拦住狮子粪训床的三摩地，已能摧伏外道邪论，一切外道的邪论，他都能降服、摧伏。我欲成熟一切有情，所在佛国悉皆之众。好一问问说，这位的善男子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呀？他住在哪个佛国度啊？离我们娑婆世界究竟有好远？他那个国度，佛国度叫什么名字啊？他那个佛叫什么德号啊？佛答复他呀，成熟一众生所在佛国悉皆之住，无量佛国都是他的住处，文殊师利菩萨从南方来是不动世界，地藏菩萨没有，地藏菩萨从南方来，哪个南方啊？南方还有南方，南方还有南方，从来没说地藏菩萨说一日佛的佛号，没有，三部地藏经都没有，遍住一切佛国道，入世大士随所指住住佛国道，发起无量殊胜功德，成就无上所有有所化有情，只有地藏菩萨来无所从，他骗走一些佛国道，说他从哪国来的呀？入世大士，佛答复好一问菩萨的啊，随住入世诸佛国道，没有住哪一个国道，一切诸佛国道，
能发自定，由此定力，他住在哪个佛国度，就令哪个佛国度的一些友情同见住三摩地所行境界。人地藏菩萨化众生之广，他住的佛国度之多，随住入世住佛国度，都具足了无边自定，这个定力叫无边自定。有这个定力，令那个令彼佛度一切有情，随其所应，能以无量上妙供具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，随住入世诸佛果度，要入具足清净自定，由此定力，令彼佛度一切有情，皆悉同见诸欲境界无量的过患，心得清净。诸欲就包括了一切欲望。